歧视了，很被歧了。哈，哦哟，这个不行，好可怕哦。他自己说你有打了吗？哎，我打了，我刚叫你，你都没回，我就见到。哦，我刚刚吃饭。哎，你刚进来人就不见了，去尿尿是不是？哦，对啊。好，我们大家都在呼喊你。都在呼唤你的名字，因为8:06，一进来马上睡着喽，开了8:06，你死掉摔到地板上，地板砸一个洞，造成一个大洞，哇哇，伤害力破表，哇，重力加速度啊。找一个，找一个，找一个，找谁？哈基，呼唤他的名字吧。哈基感冒还好吗？有吃药，好了没？现在是好的，现在是好的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强强恍惚？我昨天开台的时候也是好的。对，吃完药等下你就康康的了。等一下再吃药，直接睡着。哎呦，名字不能露出来。怎么名字不能露出来？因为那个药包会有名字啊。药包啊。嘉安，快来，等我一下下。晚安，晚安。下。既然有一点感冒，那就自由之海吧。哇，好冷哦。是这样的吗？泡水更感冒，游一下。你怎么没问洋洋意见啊？洋洋在等呢，你知道吗？哪有？洋洋，你等到下个月。下个月，不然他就会说我们都霸凌他。哪有？好，今天十个人哦，可以有间谍哦。嗯，好，那就来随机分队。哦，这次这么快哦。嗯，那么快哦。H3PH3F。哎呦，哇，反正都把它加上去就对了。对，都加起来，硬加上去，加起来。然后那个想要观众场的，赶快去 DC 哦，等一下就会公布了，要赶快先抢，要抢名额去吧。对，不过不知道谁是间谍嘞，谁攻谁嘞？叫我就是你了，对，叫我就好，叫我。这对人说，等一下我是间谍，我会直接讲我是间谍，我是蠢蛋，我是预言者。玩错游戏啊！我做朋啦！来，我下去。好，拜拜！啊，我可以拉他们啊！拜拜！拜拜！是，来，我就下来了，来动起来。然后，哎，我还没吃药，先吃药，快吃快吃，吃个药啊！我还没看懂他的药，他看我是成人就给我一大堆药，哎，他觉得你喉咙比较大颗吧？一堆哦，他不是都一包一包的？对啊，是啊，然后他还跟我说，不好意思，这一刚那个忘了，这个忘了加进去，哇，没加进去，忘了加进去，听起来太两光了吧？你要自己拿一颗一颗的弄，是不是？有一些是忘了加，还有两包忘了加，然后其他都是他自己分，早午晚还不一样，要修好。怕你早上该吃这颗，中午该吃这颗，晚上该吃这颗，发烧再吃这颗，如果觉得不舒服再吃这颗，啊，喉咙不舒服再滴这个。哎，感冒就是自由之海啊，游个泳就没问题了。运动流汗就没事了。应该要去地狱才对啊。嗯，就让他多游泳。哦耶！哈基，想当国王啊！等一下，这个你是我们的王啊！好久没当国王了哦。对，但是你就当间谍啦。哎呀，好啦，我是间谍啦，来啦，投我啦，投我啦。我是间谍，我是间谍，啊，他都是间谍啊！我看到了，巧克力是狼人，没讲话了是不是？哦，我看到喽，表演喽，来来，哈基要不要集一个？我看到聊天室的骑士，哎，后面，哈基，哈基人啊，谁先？我再下来了，哎，小雨前面一点，都给你，这有200块哦，200块，哎我。中间呢、啊？哈基快点，哈基快点，哈基快，来，哈基快，你不快要被间谍挖走喽？我这里超多钱、啊，我这里有一个，四五，够了，今天大赚特赚，被国王相信我，八啊九，
哎呦呦，好了，哇，感谢感谢，哦，我脚下有黄金，哦，这边有黄金，开挖了，开挖了，哦，脚下有黄金，对面是团团哦，团团国，嗯嗯，对，团团国，团团兵，甘蔗国 VS 希望之国。你不要让他送头、哦、他等下乐不思蜀了，就热血快送了，投掉他。哎，为什么第二排血不会回血啊？你有吃饱？我看是满的啊，我吃饱的、啊。我看你是满的，我看是满的，可能是显示，我看你是满的，显示 bug 吧。国王、啊，你要回来，你要来了没？有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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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钱嘞，钱嘞。团团也地板地板都是钱，地板都是钱，花个五十块就好了，四十块也可以啊，可能是五十块，六十块，你不要，你不要再挖留给我们呐、啊！上去，你还想活吗？间谍做事，间谍做事，间谍弄他，弄他，你看这国王贪心干净吗？你看你会不会像小雨上次一样、啊？杰克，你上去顺便铺一下路好不好？哦，好 ，OK， 让他等下可以快一点。我上次你就有挖到。有啊、哦，有。那、啊、怎么你的脚法像没死？没死。他想让他的血显示出来。对，脸撞到地板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想干嘛？你想把我堵起来是不是？他是帮你补路的。你补路让你快速走，刚刚就讲了。哇哇！你没有啊？他依赖我的楼梯啊！你都是间谍了。你为什么补在楼梯上，杰克？因为楼梯上我刚刚那边一直 shoot 点不出来，我就好算了。花花饼，还有一个最下面是不是？对，往下直挖。上面跟下面都有两颗哦。对，你就直直往下挖。刚刚谁说西瓜蓝眼睛？哦、很多什么西瓜蓝眼睛？金发蓝眼睛啊！哎、欸，真的是杰克应该是间谍。制造对立好吗？杰克应该是间谍。有六六啊，两百五，无视我。OK， 这是几版啊？团团果，团团兵，蓝发金眼睛，熊猫戴耳机，戴耳机，你是熊猫还是熊猫？熊猫，熊猫戴耳机，熊猫团团，这个梗很屌。对啊，哎，我帮你堵起来啊、哦，你去挖那个鹅卵石。你竟然挖掉小雨的杰克，你这个不要脸！ 哦，我就刚下来，你真的是很不要脸呢、欸，偷他啦！哎、欸，你脚下巧克力，哦耶！我看我一下，哎、欸，这个好像鹅卵石，我先把它挖掉了。你真的是很不要脸呢、欸！他自己你要不要等点钱、嗯？你要不要换炸弹去炸他们家？哎、欸，对耶，水下，水下，他们还没补的时候，水下那个啊，对对对，现在刚到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哦，没钱啊呢，没关系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们有努力。好，努力等钱接的。等一下要去，等一下要记得去补那个水下的。哦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香香，五毛。嗯、好了，我先放，我先去补。好穷啊！还是我放、啊，我已经在家了。好、啊，那你啊，不主动一点哦、喔，不主动一点哦、喔。我主动了嘛，所以我说了啊。你是不是要买炸弹去炸？你不要骗哦。对啊，你是想要用炸的。别逼我、哦。我逼你怎样？逼你啊！我是要逼你啊！逼逼逼逼逼！好了好了，好好。那你要等一下狂炸了哟。国王，你脚下有黄金。国王，我知道，我那个嘿流出来。那你不能喝粥哦。你黄金是液体的、哦，就 Q 宝液态黄坏肚子吗 ？Q 宝，还是你的内里都黄黄的？好、oh, ，what？ 放好了，吃坏肚子就变水水的，就流出来了。水水水水水水，化青菜啊！水水水水水菜。它水水又甜甜，你我是说它不是甜甜的啦，怕怕的，真的有点怕怕的。哇哇冰，要去换稿子。熊猫戴耳机，
这唱歌超小声。小猫戴耳机啦。不知道啦。你那个箱子那样放，还是有可能被炸掉。你还是把门，你有没有把门拆掉啊？我没有把门拆掉，哎、欸，要把门拆掉。要啊，对啊，因为我只是把对旁边的玻璃拆掉，然后让进水进来。可是它可以去门，我去，我去拆，我去拆，我去拆。你不能买炸弹哦，巧克力。我才没钱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抢没？我把的。哎，是我是我，不用怕不用怕，是我是我。你哦，你有多多一点、啊。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真的很不会炸这个。那个直接丢那个天梯，不是啦，我是点到，我是点到花盆，我拿到罂粟花啦。哦，把花摘起来。要可以洗罂粟花哎、欸，好哎、欸。洗罂粟花干嘛？有去弄你吗？还没，还没有，什么都是红色吗？我还剩两颗机会。好了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哦，这个很溜哦。哎呦。音乐不要。啊，音乐过去了。放箱子了。他有放箱子了，放了放了放了。好，我用生命挖掉这个。哦，所以怎么又有这么强？一拳好像把箱子放在门口外面的外面。不要给一拳放就出错了。好了，他们现在在补鹅卵石，敲掉附近了。不、哦，我才来，来不及了。还给你，给我什么？船吗？对。比较容易回去，这样你来看看有有，这样不行吧？他放木箱了啊，拆箱稿不是吗？哦，我去买，反正哦，要缺氧了啊，应该没办法了。你说拆箱稿吗？嗯，没有，那拆箱稿会拆超级慢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崩溃，我用生命来拆。我之前拆过，你只要被人家打一下就没救了，拆到哭出来。那你负责帮我打他们。哎、欸，你的意思？嗯，因为我马上上面都堵掉了。哦，想说发生什么事？我在看有没有机会。够。哦，缺氧。隐约不要来啊！让我试试看。你在干嘛？哦，嗯，炸炸看有没有办法。不行，没有办法。哎、欸。我把箱子炸掉了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怎么办到的？哦、我不知道，我就直接丢到箱上面。可是玻璃还有，嗯嗯，没关系，现在他打不了我。哎、欸，还有你，哎、欸，有机会，一起挖，一起挖。很难，雨中要挖很久。需要过去帮忙吗？你是什么搞？黑曜石，那你来啊。好、哦，挖三个就要上来呼吸喽，有点辛苦。有。杰克在我脸上吃牛排啊！哦，好吃。在你脸上是什麼？他舔你撒牛排屑，他是舔你脸上的牛排汁吗？哇、哦，难怪痒痒的。我这样很缺钱。嗯，为了用这个。哎，巧克力要不要去中间挖钱？哎，有人要去中间吗？真、哦，我去。其实我不太懂中间这里、欸，我用生命挖哦，两颗炸弹呢、啊，我想说可以再赚一个200。哎、欸，你这样生命，哎、欸，但是直接跳下去就可以吗？哈吉，你旁边挖个水，啊、你旁边挖个水流下去，不然你会水，有可能有水流进去了、啊，那你就下去啊。哦、有水那可以跳，你不用挖，我下面我挖。哦好，我讨厌2000。怎样、啊？我在挖玻璃呢，他最后就跑到我面前。你怎么摔死他？不是跟你讲说你不用下去？什么？你下去瞬间变黑曜石啊？请问？二零零刚刚默默的看着我，然后就放了。你跟我睡没了？OK。走开2000，我不喜欢你。乱炸！乱炸！看来国王很开心。走开！就只是说啊，水好堵起来好了，一堵下去，啪，一团肉酱的人，一个人跳下来，送你炸弹呢、啊，气呼呼。那什么，我打大颗鹅卵石，反正我穷到爆了，什么大颗鹅卵石，
没有，就是那个没办法合起来的乌龙。那个我有丢牛排在箱子里，可以拿。哦，你在献殷勤哦？啊？献殷勤哦？什么殷勤？你是不是讲假装自己散出四出好意？投他啦！那如果你觉得这是散出好意的话，那 OK。好，那你投我嘛？对不对？顶多扣分是不是？哦，你现在越来越会演了哦。哎呦，怕扣分呢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扣好扣满啊，是不是？你当然是不怕扣分啊，你是对面间谍、欸。那现在都是演报名啊，好人坏人。还好你有存食物起来啊，间谍。牛排是假的、啊。还有两个石块的，还有两个石块的。我们的谁挖掉了？石头了。挖掉什么？变成石头了？啊？没有变石头，我把它变石头了。你只要这样子哪里哪里？没有，你不要挖掉就好啦。哦，这个、啊、这个。好。OK。应该就是你挖一块补一块，挖一块补一块，不要让它整个变空心，应该就还好。也不用挖一块补一块，就剩一块把其他补起来就可以。哦。它不是最后鹅卵石会消失吗？对啊，这个都不会啊。不会啊，啊这个不会。嗯。哦。老鹰那个才会。对，我们等一下盖一个通往老鹰之路。我先去好了，我先盖，贴着那个边界。好，你们有没有多石头？我想要。很掉了。你跟小雨拿，小雨应该很多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穷哦，他只有想要发大财。发财，先去感染一下病毒吧。发大财，吃个卤肉饭啊，或者是冷冻包子就可以感染那个。对啊，我要喝矿泉水。喜欢那个肉你要怎样发大财？想要发大财。小雨为什么挖我后面的？哦，你为什么挖我地板的东西？这一个铁而已。那我的铁你为什么偷挖？好，抱歉，挖给你。这有一个，还你。一块钱也要一块钱利息，付一块钱利息。有。